春节临近，人员开始返乡，对于来自不同风险区域的返乡群众，各地要分类分区精准落实防控措施，防止政策执行简单化一刀切，防止层层加码，要加强应急值守，高效运转，一旦发生疫情，快速反应，果断处置。要坚持预防为主，人物环境同防，落实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隔离、早治疗要求，做好重点行业风险人员排查，及时发现排查风险隐患。